对啊，长这样给我说首航。你是看港务局的啊，你不要天天到那边乱讲。这首航是航线首航还是这艘船首航？这艘船首航。它航线从上一个航线调来高雄。那它原本航线是跑什么的？跑那个跑大西洋那边的。我是煤炭船的。煤炭？嘿，这艘应该是我爸公司的吧？没错的吧？